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博勋。那今天我正在南港车站，然后刚下班，然后要搭车回家，发现到台铁居然误点了。误点原因就是台北松山间列电车线又断裂了，又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你看，这个班次9:37开往北湖区验车完了。晚一小时，大约应该是在10:37就会发车，然后列车已经来了，列车已经到了4225次区间车，开往北湖静宜蓝线的，但是隔壁的已经一个小时了，然后上面这里又要写，又要再等一个小时，又要等一个小时，总共这要等了2小时。列车也已经到了，但是现在南港车站不知道是安整，每个旅客都已经下车了。现在也是在有人在问那个台铁司机员，但是也是没办法，也没办法，台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很忍，等等就是等，等到其中一边发车。然后刚才有看到，我刚才有看到一台4254的区间车停在这一侧月台，然后停了很久，它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了，然后已经误点很久。听说10分钟啦，但是这个1小时是不准。但是后面班次应该1285是 EMU900，已经在对面了。1262次在这边了。那1262次在这边的话，这边不太确定会不会误点。我是觉得应该也会误点啦，大约误点个10分钟吧。对吧，1人又900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的影片啦，你们看一下，你看1267次这个时间的，你看都已经沿到这边来了。你看现在几点了？22:30了，10:30了。然后现在列车这边原本是9:30就发，已经要从这边要发车出去的，但是现在又发不了了。然后37分也发不了，57分、10分的，21分也发不了，41分、52分的 EMU900不太确定发不发得了。这个25分，10:25的，比这个居然真的是准点，这个是误点，天哪！所以现在台铁的南港站已经就是在
有旅客一直上下上上下下的。然后我的话就是现在在月台这边拍一个列车误点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办。这边还是写着那个什么70分钟，然后这里写一个小时，那个站七分要发了吧？你看700跟800都来了。这台是宜兰线的，然后那台是从基隆发车的，所以我现在只能一直等，等到他们说要发车为止，然后我才选择其中一台上车。所以这是800，这是小小兵，他是700的 UP， 所以哎呦，对不起。现在有些旅客就是要下车，然后去转搭其他车次，但是现在月台又有两台列车，但是你又永远都不确定是哪一边先发车，所以我很无奈。台北松山之间又断电车线，又出问题了。然后这又变成那个9:57的班次，40分的，然后现在班次都混乱。然后现在又是变成10点，那个22:10，现在要发车了，现在要发车了，现在南港可以发车了。然后这台车原定9:26发车的，然后变到现在10点几分了，现在10点36发车，晚1小时10分。对，刚刚那个时间错误，是70分钟，是1小时又10分钟，所以现在是36分发车。现在这台车往苗栗的列车已经发车了，那下一站的话是停靠松山，听说还会再停一次，所以就只能这样。我就是接这个吧。然后现在列车已慢速出站，好像慢慢加速要前往松山站。应该是因为台北松山间
的电车线问题，然后有些列车停靠，有些停靠了松山，然后要前往台北，但是中途有可能就是那个临时停车，所以造成了后续班次也延后了。那这一班车延后了1小时又10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到了南港站，发现到列车等那么久。至少这班1267次往苗栗的已经发车了，待会对象的列车应该也会发的，但是1225次往那个北湖的区间车应该也会发车了。所以连原定从中山起站发车到北湖的列车应该也是一样，1283次应该也会延，会延往后延的。这是第一次看 EMU 900，1262次也玩了很久，玩到了。现在才进到南港站，然后晚点他要发车从基隆站发车到树林，回树林休息。但这班车是要往苗栗的基隆段那边休息。其实我这一个也是做了一集的台铁系列，只要一个路段连那个中段，后续都会那个。听说这里松山站也会再停一次，后续要往继续往苗栗的，就有可能需要再等了。下一站就是往台，就是台北了。对象的话是，刚刚的列车。到了松山了。第一月台 B 特，第一月台 B 特，现在停靠的是开往苗栗的区间车。第一月台 B 特，第一月台 B 特，现在停靠的是原定21:31，第二三线开往苗栗的区间车。第一月台 B 特，目前停靠的是原定21:31，第二三线开往苗栗的区间车。本次列车松山苗栗间有各站区间停靠。可以到那边借他一下吗？因为我是铁道迷，谢谢。
阿福阿已经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隔壁的。本次列车中山北湖间沿途各站均有停靠，列车停泊前请勿靠近月台边，以免发生危险。这班就是刚刚在南港站跟 EMU 700平行的800。啊，这一班车完全都没有人。那是因为误点的关系，所以这班车比较没有人搭。有啦，有一位啦，有两位啦，应该都是不赶时间的。各位旅客你好，第一月台 A 侧，第一月台 A 侧，现在请靠至原定21:42开往北湖的区间车，本次列车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我来看一下松山站的目前误点的情况。我来松山站误点的情况就是1283，就是原定那个松山发车开过来的。旅客你好，第一月台 A 侧。第一月台 A 侧，现在停靠的是开往北湖的区间车。本次列车将从再次强靠先行开车，请旅客耐心稍等。各位旅客您好，本站最近南下列车为原定22:20。开往树林的21/44号，本站最近南下列车为原定21:20开往树林的21/44号。哎，现在可以买饮料了，终于，现在可以买饮料了。因为现在台铁松绑的规定，就是可以脱下来，赶快喝东西，喝完赶快带上去就好。环岛二车，那班车人也蛮少的，因为很快就要到树林了，然后他就停三站而已，他就停三站而已，所以比较那个。那南下列车目前的话，就是松山的南下月台跟南港的南下月台，两侧 A、B 侧月台都有列车，就是停靠。那目前就是可以让这边的车在互换。所以现在就要体谅一下台铁，电车先突然断裂。然后这班是241次，旁边再来是4225次，往北湖的区间车。那这边啊就是刚刚进站的4强号。那现在他们到1283次了。那这里目前是准点的列车是1285次，往那个树林的EMU 900，所以呢，就是目前是这样了。好了，
那就是800，然后1000型，100吧，100要练发车了，然后我就上去吧。从未我是还没等过这样的时间呢、啊。也原定就是像最近原定的列车也5:17，所以现在看比较雾的话，是因为我现在走路，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怎么那么雾。然后连北上的都误点呢，5:22次橘光号也误点了，5:54，快1小时，那就是差不多56分，大约11点才会发车了。那我会从这边出站完就看一下台铁的大看板。目前就是我现在从南港到松山的状况，就是你们现在也看到的状况，晚分晚的蛮惨的，然后连22:154:23:54往北湖的也晚1小时了。这都是那个呢，七堵、基隆、福隆、基隆、瑞芳、七堵那些站。连这班4:45，这班应该这班就是原本1:27次的不用嘛的车。说不定那个900应该也会换其他班次行驶。啊，就是我现在从南港到松山的状况，就是延误也严重，所以我还是在照等，我还是耐心的照等，所以。像我一样耐心的等候吧。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是到这里结束了，喜欢呢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那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竟然直接就实际的台铁月台台铁这边南港到松山这边拍这部影片，而且是有讲解到内容一些的，所以未来
有这种的情况，请耐心等候，让台铁好好处理，不要一直歇斯底里的一直去讲台铁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身为铁道迷或公车迷，那些交通迷的，我都很耐心等候。那我在这边要跟台铁人员们说，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好了，今天这集结束，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